那个傅振华的声音是不是他？那你去核实行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傅老三的老大，我不知道叫不叫傅振华，你去核实就行了。没有，这后来我们开始在明镜火拍爆料以后，在我的个人郭文贵的推特上多次推特以后，一再的只是威胁我不允许再说话啊，相向而行。可是我的员工继续消失，我的家人继续受到威胁，这是不可以容忍的，所以我站着必须爆料。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把王岐山这个书记这个事情直接给说出来的原因嘛。哎，对不起，我现在就先给停，到这里给停止了。嗯，我们先停止。嗯嗯。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啊，真的非常对不起，因为某种原因呢，我们的直播必须停止，向大家表示深深的道歉。我们将来美国之音还一如既往的会为大家带来客观公正的新闻。先生，不需要，但是我要再等一会儿。我能不能就是您是能不能先谈一会儿，把我放出去打半分钟电话，打两分钟电话？应该可以。那叫有玩就得见。嗯，这个你看一下郭先生，我这个。对，你们俩，您俩先。我先去吧。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第一小时播出去了。第一小时播出去了。好，第一小时。我得先作案。去吧。你支持他吧，那你够哥们儿啊！你们预测44秒，看你玩的快，玩的到尾上啊！好，还有50秒。嗯，就到这个，就是到傅老三大哥的办公室。OK， 你们俩谈，我去拿我的电话，我去跟那个主持人打一下。飞哥，我开始的时候还有4321，你先看 camera， 郭先生也先看 camera， 然后招待说自己，你得有负一点。我还要说8:30，你可以说欢迎各位观众，我们回到专访现场。这个我有很大的电视。开始了，我们就很小声了。哦，这不是。森山，你还有10秒钟，必须要给到。不去的那个，就直接对，就是对的嘛，不是。小红线，小红线。待会儿我还真拉一个全景，我现在要出去，马上出去，不出去就不能出去了。嗯，不要打扰他。原因我看你们下去了。他是。郭先生第一眼是看开门，然后两个人开始讲。好，3、4、3、2、1，这个。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欢迎回到采访郭文贵的现场。我们3个小时的采访现场直播继续进行。郭文贵先生，你好。你好，郭文先生。哎，欢迎你再继续回来。我们该接着谈刚才那个，刚才那一段确实是说到了啊，武清他和这个傅振华他这个跟他弟弟收钱的事实，你们不去查去，你不是这个有贪必查吗？习主席和王书记、孟书记一再讲的吗？打铁还要自身硬吗？过去这5年的反腐，主要是以你们几个人开始的。那么现在你既然打铁还自身硬，我已经在举报他拿钱了，那你为啥不查他呢？更可怕的事情，我拿的是铁证啊，我有录音啊，我有证据啊，你可以核实啊，傅老三有没有拿这个钱呢？傅老三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他的录音一核实就行了？那个傅振华的声音是不是他？那你去核实行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傅老三的老大，我不知道叫不叫傅振华，你去核实就行了。没有，这后来我们开始在明镜火拍爆料以后，在我的个人郭文贵的推特上多次推特以后，一再的只是威胁我不允许再说话啊，相向而行。可是我的员工继续消失，我的家人继续受到威胁，这是不可以容忍的，所以我站着必须爆料。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把王岐山这个书记这个事情直接给说出来的原因嘛。哎，对不起，我现在就先得停，到这里停止了。先停止。嗯，好，好，就顶到现在的，顶到现在上面一片不许了，还行吧？还有呢？过了一个人啊，不行了，那 wrap up 一下吧 ，wrap up 一下，就是因为这是所有都是我们的啊，好 ，wrap up， 好，三，那第一小时别出去，3、2，看一下镜头。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啊，真的非常对不起，因为某种原因呢，我们的直播必须停止，向大家表示深深的道歉。我们将来美国之音还一如既往的会为大家带来客观公正的新闻。